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日真欢喜，咱看到咱真久无看见的朋友周丽华老师，吼来甲咱今日特别对美国回来，要来甲咱来分享，吼啊，咱来用一寡时间来互伊来讲伊最近啊伫美国的生活，吼啊一开始，咱要开始今日的祈祷会，吼咱来安静咱的心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带领我伫这个时刻，我安静我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做伙参加敬拜。我真欢喜看见我的老朋友周丽华老师，搁一摆回来到我中间，也要参加来分享上帝你的话语。愿上帝你的圣神，灌压伫伊的心内，透过伊的嘴所分享的，也成做我的帮助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。阿门。这是咱做伙参加来吟诗歌，耶和华祝福满满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让我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做伙来敬拜你。我的心就是要来学你，祝你的恩典充满伫我的生命中间，让我时时刻刻会当孝顺上帝你的恩典。特别伫这个礼拜也是感恩节，我欲来看见上帝你的恩典充满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来保守无伫我的肉，无论伫我的肉体。在我的工作，在我的家庭生活中，拢有上帝你的保守，愿主稳定甲我三个同行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。阿门。好，咱请坐。啊，咱要阁继续来吟，好，献上感恩，献上感恩。下不下子
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耶稣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确信，我们就不用烦恼，因为主耶稣担当生命的道路。那是有你给我的生命，我就永远不惊吓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我一生拢要甲主相佮结连，甲主永远念想我，因为主是我生命中的帮站。主求你来牵我生命头前的道路，也求你的光照光伫我的心内，予我看见我生命中的软弱，我生命中无够遐的。主啊，求你来甲我补满，也求上帝来充满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予我会当更加甲主相佮结连，充满伫主你的内面。我安尼祈祷上方，祝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接下来咱将时间交予周丽华老师。
上帝恩典满满，今仔日阁会当来到遮，甲大家做分享吼。这应该是第十档还是十一档啊？上帝这门拢开起来，实在是真信实的神。我会当伫遮继续，逐档对美国飞转来到遮，甲大家分享，是真大个福气，感谢主。今仔即礼拜是美国的感恩节，有。